岭小学五年级的学生，我叫阿明瑞。在座的各位，你们吃过中国的饺子吗？中国的饺子馅种类很多，有牛肉馅、猪肉馅、羊肉馅、鸡蛋馅、虾仁馅、苦瓜馅、咸菜馅、萝卜馅、胡萝卜馅、地瓜鸭馅，还有黄瓜馅的，哈哈哈。因此，是编中国的饺子是我学习汉语的目的之一。去年我考上了 HK2级，为了奖励我爸爸妈妈带我去澳门旅游了。到达的当天晚上，我们去了一家很大的餐馆，我用中文跟服务员说，给我们拿来15个里面最好吃的馒头。等了好半天，服务员终于端来了，可是馒头好大，比我爸爸的拳头还大。我很想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馅，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大口，发现里面并没有馅。我又吃了一大口，发现里边还是没有馅。原来汉字词的馒头在中文是指没有馅的蒸糕，是韩国语的馒头。中文的饺子才是韩国语的馒头。通过这件事，我知道了中文和汉字词并不一样，因此从那以后，我学习中文的单词时，只要遇到有汉字词的母语对比，两个有不同的意思。前几天我就发现了容易让人发现误解的一个单词，点心在中文指的是主食以外的饮食，而在汉字词指的是饭。请大家记住，以后有机会到中国饭店点馒头的话，一定要说饺子，不要说馒头啊。我的演讲到此结束，谢谢。